叶子，苏曼妮已经开发布会了，你那边东西准备好了吗？ 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！我没有，那视频是你伪造的，那视频不是我。死不悔改，那我就再给你送一份礼物。你好，是苏曼妮吗？ 我们现在怀疑你跟一起车祸谋杀案有关，请跟我们一起回去协助调查。